学关系了哈，所以呢就有机会促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签订啊。啊，但是我们的偏乡教育都是比较受过地学，像比如说我们有高雄大山，然后就是要这些我们这个，哦，让他们能够拉上，那可能就自己很多。对，我们只是就可以给我们后面啊，现在校园进去有种。啊，但紫薇啦，有一些因为要一些比较无研发的树，而且在台中呢，都已经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建设局呢，在中央公园也是呢，然后利用它中央公园大片的面积作为一个苗圃，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种这个台湾原生种，目标就是希望未来能够推广到其他的校园。种树是学问，当然要算树，树下对，所以长很大，对，他们就春夏秋冬都有一些树。就好，我今天请邀请的主力跟政府。谢谢。我们就是拿起来拍一张合照，拍合照。谢谢谢谢谢谢。这些是由我们理学院的李院长哈他发起的，那我们跟科博馆有一个MOU 的签订，那我们今天是带了三所彰化的偏乡的国中的校长，还有相关的老师跟主任，也有几位同学哈过来，那未来希望彰师大与科博馆有一些更密切的合作了。那刚刚谈的大概应该。就是像自主学习、数位学习，还有一些实作，就科博的科学教育的实作。那另外，彰师大也可以帮忙做一些教案，那配合我们科博馆还有资科会、资科处这一边的一些计划，那开发一些数位教材，让我们的国中、高中的学生未来有这些现成的数位教材可以使用。啊，让他们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做自主学习。这次呢，跟彰化师范大学的这个签订 MOU 呢，真的是可以不断的来加强馆跟校的合作，就是科博馆跟彰师大的合作。那虽然我们过去呢都有一直长期在科教活动上面呢有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呢在我们签完这个 MOU 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加深加广的来促成这个彰师大跟科博馆的合作，特别是在一些科学教育的这个教材教案的开发。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正在执行资科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就是做数位内容的部分。那这个数位内容的部分呢，需要有很多的第一线的这个国中、国小、高中的这些老师来参与，那同时也希望借重由彰师大的团队呢，他们所长期在参与的这些课程的开发呢，希望能够未来在我们的数位内容、数位的课程开发上面呢，能够提供更多的协助。那这一块呢，我们相信跟彰师大的 MOU 的签订呢，能够更加的加强我们在科教的相关的这些活动或数位内容开发上面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这一次呢签订 MOU 希望能够再努力的一块。我们其实已经长久以来，我们学校的科教中心跟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已经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偏乡的科学教育，我们两边科博馆跟彰师大的科教中心都提供免费的优质的科教的课程给偏乡的同学。那我们今天来到科博馆是跟学校跟科博馆正式的签署一个合作的协议，我们想把这种对偏乡的科教的推广更深入、更广泛的来实施。好，那我们知道说偏乡的资源比较缺乏一点，好，那科博馆跟我们彰师大其实都有赋予很重要的科学教育推广的那种责任，好，所以今天的一个签约的一个合作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科教，尤其是偏乡的科教的推广。好啊，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两方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合作，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我们彰师大的一些校园的树木的种植规划，刚好科博馆这边他们有专家，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协助不管是市政府或各大学各个区域，他们有这种大的
规模的树木的种植的规划的，他们都有提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层面，两方面还要继续来合作这样。你好，我们是元斗国中小师生，平常呢都很感谢那个彰师大的科教中心到校服务，然后我们也申请过很多次那个科博馆的到校服务，让学生在科学教育上面有获得很深切的激发。那我们也很荣幸这次能够来这边签约，促成这件好事。